你好，请问你们是？我们深思的。哦，这边请。这边，在会议室稍等一下。小陈，猜我刚刚看见谁了？看见威廉了。什么威廉呀？吴倩倩。他来干什么？不知道，应该来谈合作的吧。他现在在哪家公司啊？我们这次的苏秀公益投资项目虽然没有盈利空间，但是对我们两家公司的社会形象会有很大的提升。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每个中国企业家都责无旁贷。深思的主要业务就是服装生产，如果这次苏秀项目推进顺利的话，我觉得对你们公司会有很大帮助的。对，但是现在这个项目正在传统文化重塑阶段，没有明确的盈利点，但如果运营得宜，我们两家都会受益。不好意思啊，我问一下，这么好的一个项目，你们深思集团准备派谁来负责？倩倩，我们深思最近最受关注的项目经理，非常努力上进，并且有责任心。程总，我会尽全力推进这个项目的。倩倩来到我们深思之后提升非常大，程总您大可放心，虽然现在没有盈利点，但是我们深思还是会派出最得力的团队，毕竟这个项目有很高的文化价值。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项目，希望我们这次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怎么了？我听说这次的苏秀项目因为是公益性质，大家都不太愿意接受啊。但是我倒觉得有很大的可操作空间。说说看。现在啊，全世界都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而苏绣呢，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文化产品，而且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球呢有很大的市场空间。我妈，她还有两件苏绣的西服，她有时候还会穿出来，对着镜子照着看看。所以我也算是对苏绣有一点小情结吧，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要去保护他。这么说你心里其实已经有方向了。深思旗下签的一个设计师叫卓源，我之前和他打过交道，如果把他的设计理念和苏绣做一个结合的话，不仅有市场价值，而且还能推广苏绣，这一举两得。对，你说的这些都没错，但这里面有两个弊端，你知不知道？第一，对方是深思集团；第二，对接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吴倩倩。这些你都考虑在内了吗？在商言商嘛，我可不想因为这些原因放弃一个我喜欢的项目。所以你想清楚了，交给我吧。好，要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提出来。没问题，我出去了。今晚加班记得给我的郁金香浇水。
cos 那样吗？你觉得像啊？你要是觉得像的话，那我就是在给我的小女孩送吃的。你给她浇水了吗？你不吃饭，她就不喝水。你这样下去可不行啊！不吃饭的话，身体都要扛不住了。番茄酱。这是故意的，那得公平一点。嗯，过来，过来。哎，这事让我沾上。没事，我去擦一下。哎，等等等等，我给你擦，我给你擦，我给你擦。不动啊，不动。今天晚上我心情好，算你走运，给你设计一个小图案。小时候画画的功底还在呢，我给你免费设计一件好看的衬衫，设计个小图案。设计师设计的，不要太贵，只要998。希望大家帮我提出意见和建议，谢谢。不通过。我可以知道为什么吗？上司做的每一个决定都要跟你解释为什么吗？你只要照做就好了。
还是说，严小晨现在做了 DH 公司的老板娘，所以随心所欲了呢？随心所欲，他这成语进步是越来越大了。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我可以重新做，而且我也会尽我全力把它做到更好，但是我需要你给我专业性的意见。可是我并没有义务提供给你我的专业意见。很不服气吧？没有办法，我现在依然是你的上司，除非你有本事坐到这个位置上，否则你就只能服从我。好，重做，做到我满意为止。没问题，辛苦大家，谢谢。哦，散会。Cindy 摆明了针对严小晨啊！我刚看了眼这个报告，做得很好啊。Cindy 还非逼他重做，这过分了。那有什么用啊 ？Cindy 姐现在挺好的，但是还可以更好，对吧？这以后啊，重总就难做了。哎，我早就说过要把他们隔离开嘛！哎呀，以后的日子不好过。你从刚才就开始跟着我，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你刚才也听到了，现在公司流言已经传疯了，所以我劝你是不是……不是流言，我就是在针对严小晨啊。你不会。我为什么不会啊？他抢我男人哎！我心里那么好欺负，我肯定要报复他呀。他既然想情场得意，就要做好职场失意的准备，人生什么好事都是他的。你绝对不会。你干嘛？什么事儿？你。不要装作这么了解我的样子，我是一个坏女人。喂，曹医生吗？哦，那个我想预约。哎，对对对，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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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的天哪，好般配啊！真希望他们立刻就结婚。不可能 ，Cindy 是程总的前女友，乔总是程总的好朋友，怎么可能呢？不可能，不可能，没事儿，都是小事儿。乔总不是这种人。乔总好。Cindy 姐，快走快走！乔先生，这是你的全身检查报告，身体依然很健康，没有任何问题。你确定？嗯。但是我今天上午10:08到10:09，就在这一分钟时间里。我的心跳跳了200下，你确定我没有问题？这个正常人的心跳是1分钟60到100下，对吧？嗯。那
我这个啊，这个啊是这样，人的心跳加速有时候是因为心脏问题，但也有时候是因为忽然飙升的肾上腺素。肾上腺素是我们人类在应激状态下忽然强烈分泌的一种激素，它能使心脏功能瞬间加强，加强氧的输送和营养物质的分排输送，它能使身体比平时强大 N 倍，所以我们在受到突然惊吓和高空下坠的时候都会强烈促使肾上腺素的分泌，所以我们在乘坐过山车和蹦极和跳伞运动的时候都会刺激肾上腺素的快速分泌。那么今天上午10:08到10:09的这一分钟时间里，请问乔医生，你是受到了什么样的惊吓或者刺激呢？不要装作这么了解我的样子，我是一个坏人。是受了的，是受了的。谢谢啊，谢谢曹医生。都给我拧开！哪一瓶啊？所有。快点！有什么好笑的？你很少闹情绪，想想就好笑。我又没有闹脾气。那是为什么呀？是因为 Cindy 针对你？他才不是那种人。是因为我没站在你这边，没帮你。你的选择哪会有什么问题呀？那是为什么呀？喂，丁姐。哎，程先生，这两天方姐情绪不太稳定。他特别怕你们俩会因为他离婚，他说要上楼监视你们，刚刚拿着钥匙上楼去了啊，你们可千万别刺激他。哦，好。妈，来了。妈，志远。妈。怎么了？我楼下的水管坏了，在你们这儿住几天。哎，我还以为什么事儿。来来来，我给你。不用管我，不用管我，我睡客房就好。啊，行。刚才丁姐给我打电话，说妈最近情绪不是很稳定，正常，所以还是顺着她点啊。志远啊。哎，妈。你明天早上想吃点什么？告诉我，我给你做。啊，妈，您做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好，那你们吃完饭，
别管了，这些盘子碗我来收拾。哎，我们收就行了。哎呀，你们吃完饭下去溜溜弯去啊。睡了，我先回屋，早点睡。晚安。嗯，哎，我们睡了啊。要不你就睡我这儿吧。那你睡哪儿？我也睡这儿。啊，我意思是说啊，你睡床上，我睡地上。我再过半个小时我回去吧。那万一你妈明天早起呢，发现我们两个又分房睡。没关系，反正也就这两天，你妈只要觉得我们两个没什么事儿，应该就回去了。我睡地上吧，你睡床上。我的房间啊，我说了算。我去拿被褥。
恭喜啊。那我是不是应该跟你说一声同喜啊？毕竟当初是你决定录用他的。他现在签下这份合同，还不是你这个上司教的好。少来。你还是没改变你的决定啊。我还在做最后的考虑，不过那边已经在催我了。最后需要我为你做点什么吗？帮我保密。这件事情现在除了你以外，我暂时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你给吴倩倩打电话了吗？还没，得时针准备打。用不用我替你联系他一下？不用了，本来也就是工作的事儿，我自己打吧。好吧，加油。这都是一样的，所以导致家家挂同样的款式出售，虽然研发成本低，但是容易被同行克隆。做江南苏绣生意的呢，现在普遍都是夫妻店。喂，倩倩，几点见？下午3点，苏绣工厂见吧。好。吴经理，严经理。有了你们的资金支持，我们这个苏绣厂算是盘活了。这边的货柜呢，陆陆续续都会填满。另外呢，我们从周边地区请了一些擅长苏绣的老师傅，他们手艺精湛，在当地绣厂，也算是首席师傅了。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娟总。好，我马上回来。对不起，二位。我有事得先走，你们慢慢看，在6:30仓库关门之前离开就好。谢谢。这办公室老板就是不一样。我都已经忘了以前穷酸的小陈是什么样了，我也已经忘了原来那个趾高气昂的千金大小姐吴倩倩是什么样了。我跟你不一样，我呢是靠自己的实力留在深思，有了今天的位置，而你呢，全靠关系。你真的是靠自己的实力进的深思吗？就凭你对朋友背后捅刀、栽赃陷害的能力，有哪个公司敢要你？哦，对，我呢还有沈侯的帮助。怎么不能提沈侯啊？是不是觉得对不起沈侯？我跟沈侯的事儿。你为什么总要说三道四的呢？请你公私分明一点，不要在工作的时候说这些无聊的事儿。还有，你现在在深思的位置也没那么稳吧？朱迪可不是一个看情面的上司啊。如果这份工作再丢了的话，谁还能帮你？去我那儿喝两杯啊！您一句话，一言为定啊！好好好好好，哎，小张，哎，你今儿个把这个书放在那个地方啊？是，你们里边还有人吗？没有了，我是最后一个。好。
辉，哎，陈总，我问一下，杨晓泉是不是从下午到现在都没回来过？不知道。啊，没事。还有人吗？今儿晚上，咱俩喝好。喝好，一直发包休。对，一醉包休。哎喂，你好，我是 DH 的程志远。哦，程总，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哎，请问你跟杨晓晨在一起吗？没有，我们在苏绣工厂就分开了。大概几点分开的？大概6:30吧。啊，好，谢谢啊。喂，哪位啊？哎喂，你好。哎，我想问一下，今天下午去你那边的严经理他还在吗？严经理应该早就离开了吧？厂长，仓库好像着火了！啊？什么？赶紧打119啊！着火了！志远，志远！苏绣工厂着火了！严晓晨在仓库。快到了，肖战还在仓库。程总，你注意安全！志远，把他拉走！哎 ，Cindy。